老张，啊，今天我给他做个油面卷吧，油面卷怎么吃啊？炒着吃呀。啊，炒油面卷。家里还有土豆和青椒，咱们这样炒就挺好吃的。啊，行，青椒丝这儿、土豆丝儿，家里还有油面嘞？有了呀。家里还有油面嘞，我咋没见嘞？你这一个，不做饭，你知道油面在哪儿呢？啊好，有就做吧。好，我开始做和面。大家好。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油面卷的制作方法。现在我开始和面，盆中是500克的油面面粉，我用开水把面粉先烫一下，面和水的比例是1:1，面已经烫好了，我开始下手和面。将烫好的油面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儿，这荞面和油面有啥区别了吗？它是两种植物嘛？我老觉得荞面和油面差不多，就是荞麦、油麦是吗？对，面和成这样就可以了。现在开始搓油面卷，揪一块和好的油面，把它搓成小条，小拇指大小就可以。你搓的这不就跟那个油面鱼儿一样吗？这就快。这才完成了一半儿，咋，这个还要加工一下了？对，搓成这样的小条就可以。准备一个篦子，这种篦子在我们北方比较常见，它是用高粱杆做的。取一个油面条放到篦子上，用刀轻轻一按，朝回一拉。油面卷就做好了，这速度也挺快的，一会儿就搓好了。对，这很简单。一会儿这已经搓了一大堆了。这种油面卷看上去挺粗的，其实它里面是空心儿的，上笼屉蒸10分钟就熟了。油面卷全部做好了，1斤面就做了这么多。锅已经开了，我现在开始蒸油面卷，在底层的篦子上抹上酥油，防止油面卷粘篦子。将搓好的油面卷放到篦子上，在上面的屉子上铺上笼布，避免蒸馏水滴到下面的油面卷上。大火蒸10分钟。油面卷儿就蒸熟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黑哥。今天老妈要做全家都爱吃的油面卷炒土豆丝儿，我现在先把菜给老妈洗上一下，把准备工作做好。我先把这个土豆洗喽，把它削了皮。土豆洗好了，我再洗上两个这种青椒，土豆和辣椒全部洗好了。油面卷儿已经蒸上了。我现在把炒油面卷的配菜准备一下。儿子已经把土豆削皮洗净了，我现在把它切成丝儿。土豆丝儿切好了，将切好的土豆丝儿多过几遍水，这样炒出来的土豆丝儿特别的脆。我再切两个辣椒，辣椒也切成丝儿，辣椒丝儿也切好了。又切点葱，这就是炒油面卷的所有配菜。油面卷蒸了10分钟了，已经蒸好了，关火。现在我把蒸好的油面卷倒上出来。油面卷刚出锅，有点粘，我把它分离开，让它凉上一会儿。今天我来炒这个油面卷土豆丝儿，让老妈歇上一会儿。起锅烧油，油温6成热，倒入切好的葱丝爆香，加上1勺5香粉，加上1点食盐，一加这个盐，就能把这个葱的香味儿激上出来。炸出葱香后，倒入切好的青椒丝儿，继续翻炒，最后倒入土豆丝儿。
翻炒一下，现在加入老陈醋，现在加醋，这样炒出来的土豆丝更加的脆。这个土豆丝我已经控了好几遍水了，要是不多洗的话，它炒出来会特别的黏，它里面这个土豆含的淀粉特别高。这个时候倒入一点生抽，提鲜，最后加入一勺半的食盐，把它翻炒均匀。这时候倒入蒸好的油面卷，将土豆丝和油面卷翻炒均匀。这个油面卷炒土豆丝啊，又能当饭吃，又能当菜吃。好了，现在已经翻炒均匀了，倒入一点鸡精。油面卷炒土豆丝就做好了，现在关火，不关。油面卷炒土豆丝就做好了。嗯，香，不错不错，这个做的不错。这粗粮咱多吃点，你像我妈天天就想让我吃。这个油面卷是减肥的最好食品。可是这样，就偶尔吃顿吃的挺香，我感觉要天天吃着，我感觉我坚持不下来。你是个馋猫。这个油面卷只能吃个五成饱，因为他吃了以后，他饭后胀肚子。有时候我们在外面吃饭，就点包菜，就是油面卷炒土豆丝。好几个人吃一盘子，那就不算事儿了嘛，是吧？就咱家就是基本上自己家里做，就是当饭吃嘛。对对对。你主要是你要这个当菜，我就得炒个肉菜。你又不高兴了？没有不高兴的，就是咱们这个意识的合理。对，老妈今天又做了个醪糟汤，说晚饭吃的这就挺舒服。这土豆丝炒的脆，我告诉你说，你炒的比我炒的好多了。土豆我一下锅我就放了醋了。啊，这是我爷爷师傅教我的，说醋你到后面放它就不起作用了，就是土豆刚进锅那会儿放。嗯，对，怪不着我说你炒的土豆那么好吃。你说这个油面卷，它是属于粗粮，其实这是一种养生食物。对。这油面啊，这些荞面啊，就咱山西北边那边的，他们那种地，他们高寒地区。高寒地区，它这个油麦、荞麦，它都是含糖量比较低的，对糖尿病来说是最好的饮食。看这油面卷，跟个小螺丝似的。油面卷炒土豆丝，大家学会了吗？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黑哥的作品可以在屏幕右下角帮我点个关注，顺便再帮我点个赞，黑哥在这里谢谢大家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